出去干什么呀？出去玩。 穿越四季，我们即将看到人和自然的馈赠。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《舌尖上的中国》。 哇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我要拍，我要拍。 一口渣渣倒进牙膏管内，手机打开闪光灯，盖上一片绿叶，放上牙膏管，手机亮度慢慢调低。有人。 一位水电工叔叔联系我，不小心开错了瓷砖孔，希望能在业主发现前修好。如果被业主知道了，可能要赔好几千，一个月白干了。我赶忙过去帮他修好。水电工叔叔衣服满脏的，还有很多灰尘在身上，很像我在家务农的父亲。我用2小时帮他修瓷砖，却能挽回他一个月的收入。当他从衣服里面准备拿钱给我的时候，我说不要了。你去抖音帮我点个赞就行了。观看视频的你觉得我做的对吗？如果你觉得我做错了，别点赞。
如果你觉得我做的对，帮我点个赞，评论个对。经常翻看我的评论区，没什么人支持的，有时候想想，可能那些支持我们手艺人的都忙。今天如果你有空看到这了，帮我点个赞，评论个对。你的随手点赞评论是支持我，帮助更多的人，动力。感谢你的观看，谢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